国光南面今年亚洲艺术节以韩国为主题，现任由韩国专业团队担任主传统和现代化服装展售。国光南面以这展售，邀回韩国国的事务。那我们特别演到从韩国请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裴基通前馆长，跟韩国高丽大学的黄炳善教授来前来指导哈。在下午的话，也办过他们两场的一个演讲。那这个特展也透过国际的借展单位，在我们前面这一排的朋友的协助之下，让文物的诠释跟故事更加完善，更加美好。以定小装潢基准，服装展示也是服装体验，是上容易引起共鸣的文化艺术展现方式。这个特别邀请到韩国文化协会，对韩国带来精彩服装展售，展现出多元丰富的韩国传统文化。특히한복은선과선의어울림으로자연스럽고특유의미적요소를가지고있습니다한복은평면으로재단하기때문에바닥에펼쳐놓으면뜨는곳이없고한복을입는사람의체형마다한복의선의흐름이표현되어사람마다다르게옷의맵시가표현되는의상입니다한服啊它其实是线条跟线条的一种协调和和谐的那种感觉所以它自然很自然的流露出它的美它的美的元素还有呢韩服其实它是一个很平面的东西就是因为它的裁缝裁剪是平面的因此你如果放在地上这样平的地方的话完全没有凹凸但是呢是看谁穿不管是任何人穿它都有它的特色因为它穿了以后韩服就会显现出很不同的那种味道不同的那种身材国光南面表示国光亚洲艺术节韩国月的活动，从即马开始到10月29号展开。活动期间会当摕到韩国护照，也是居留证等证明文件，会当带一个人免费参观。希望能吸引更多民众来国光南面佚佗。记者黄美佳的观察报道。